到传说王国之泪第26期，塔罗这里搜密斯泰神庙浮游之水，是在水涌之岛上面的一个神庙，水之神殿前面伊高修恩神庙。这个神庙最后真的有点操蛋，实在没整明白到底是怎么过去的，就算我最后过去了，我还是没整明白我到底是咋过去的。这里左边有个宝箱啊，记得拿一下，还没掉下去就给我拿到了空中浮游宝箱，大电池啊，这个好像通天树这里上不去，只能利用水球了，水球倒转乾坤可以，我们等下一个吧，这个没整好，等下一个。好，跳。哦对了，这里是有福利的，一会儿我就是忘记这里有福利然后就死掉了，就跳的时候会跳得太远。我早就想用这个 BGM 了啊，这个 BGM 是我的故乡，是梦开始的地方，魔法密林。好，就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我是真没整明白这个球是干嘛的，这个球到底怎么玩。好像我最后过去是给你们看，就是这个石板啊，用导转乾坤石板。是，转一下。好，我们上去用导转乾坤试试啊！哎，完了，嘿，跳远了。已经触发那个触发过关的音效了，差一点啊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应是可以过去，这个实在是，所以说应该会有别的方法，这个方法不知道是对不对，它那个水球应该是会有用上才对，这样用没都没有用上水球呢。好，我现在在这里多停一会儿，啊，差不多，小心点，这回别再过去了，哎，我的急刹车，好上，过来了兄弟，没用那个水球过来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视频记得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